吴宗宪六十大寿，首晒四儿女遮面罩，玩很大帅对体重机，粉丝陆续补货中。先祝宪哥生日快乐啦！26号这天是他的六十大寿。吴珊如感性晒出合照，一张照片总结你我和我们的关系，虽然翻着白眼，依旧充满了爱哟。而在工作中度过生日的宪哥，则是首度抛出四位孩子们的正面照。现在从台北起重机，一路已经到了垦丁，现在啊又在台湾围打一个勾，准备要到台东去了。现在的我只好承认了，没错，我就是你们的爱肉妹，爸爸爱你们哦。今年当然因为我们有入围嘛。当然希望说可以好吧，我们就笑纳一下金钟奖，然后疫情永远远离我们，对，然后让他身体都健康，万事都如意，知足常乐，简单是福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生日快乐。综艺玩很大迎来开播8周年，宪哥、Kid 和坤达三人正在进行起重机环岛的周年计划，路上巧遇的粉粉请大声说嗨哟。关不掉了，怎么办？啊，就继续啊，好，继续啊。